教练呢是出来跟主审的。大概是有关投手的一些，对他的手套是不是会有让打者产生一些视线上的一个错觉？哦，他这个绑的带子是白色跟灰色是不行的。我们过去跟大家报告过，这个如果单看规则会发觉整个手套必须要完全同一个颜色，但事实上现代的棒球呢，它是可以比较通融在比如说像这个山姆勒拿的手套是深咖啡色，但你的这个绑的带子啊，或者绑绳或挡这个网啊等等啊配件呢、啊、是这个浅咖啡色，不会造成打者太这个困扰的话，事实上它是允许的。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最好的示范，没错，有一点渐层，但不至于说是太接近白色、灰色、银色会造成打者视线上的一个困扰的话呢，事实上是裁判是可以允许的。对，那当然刚才中华队呢提出这样的一个抗议呢，主审裁判也接受，那意大利队赶快换一个手套呢给山姆勒就对了。我今天没办刘瑞成总教练，我在注意一下细节，对，这是教练的进步，就是这样。